第一步参考您。四杠幺二 A。第一步。第一步参考您。参考那两个轮儿。参考这两个轮儿。然后把这一轮押金这边。哦。这边这个前一轮押金。啊，对，需要把这个前一轮押金，韩国两个轮的话，把前一轮押金都过了，韩国的押金了。这押金往前走点，往前走了，按照这个。送料，送料。缓慢送料，要从这个刀口出来，一直送出刀口。中国这个打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其他的。手动操作吧，这个电脑手动，按这个是切刀。你看我那会儿手动，电脑手动，按这个是切刀。如果扳道自动的话，都是隐性了。扳道自动的话都是隐性，自动的话它是隐性。哦，再点一下就是隐性。自动模式，自动。宣道是暂步，如果宣连续的话，它会一直做。设定九百九十九根，如果你连成连续的话，它会一直做，歌手完成的时候才会停。单次的话就是一次只做一根。单次的话一次一个。哎，对，单次一个一个，连续就是一直做完，设定的时候一直做完。哦，等于是绿色是连续，对，红色是单次，对。然后这个是它俩的速度。这个是松条的速度，这是往前拉杆的速度，这个是弯曲的速度，自动弯曲的速度。哦，还有速度还行。对。那如果设置它那个换的大小，这个你看配方设计。配方设计。哎，对，咱一般做一看，根据你上面需要做的啥形状。哦。你比如说做这个拉钩，那你就点这个拉钩的形状。哦。然后输这个尺寸还有角度，输过之后按返回。不要按这个保存配方，输过之后按返回，不要点这个保存啊，按返回。你看像估斤吧，点上估斤，然后对应的表就出来了，然后你开始输这个尺寸，输这个角度就可以了。这个角度一般135度有点大，一般能够改到120。120。然后输过之后点返回，这个点成自动，然后运行就可以了。哦，已经保存了了是吧？不要保存，你要保存多的话，到时候你系统会崩溃。系统。行。好。标不标准？角度大。